大家好，我是 Candice 赵倩。那今天我来谈谈我梦想中的伴侣。我觉得我喜欢的男孩应该是细心的、温柔的、善解人意，然后笑起来要很温暖。例如保罗沃克，虽然他已经去世了，然后还有像周渝民的类型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气质、有品味，然后有时尚感，这样是我中意的。